便利店削高机品牌环球拥有者，加拿大 Elementation Couch Tart 向拥有日本 7-Eleven 品牌的 7&9 提出收购建议。 7&9 承认双方有初步但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，不过收购细节仍然在敲定之中，如果成事将会是海外公司在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收购。根据日本传媒报道， ACT 曾经在2020年向 7&9 接洽，有意收购旗下品牌，不过最终无疾而终。 7&9 不单止拥有日本 7-Eleven 品牌，同时有 7-Eleven 发源地美国的本身品牌。集团去年 74% 的收入来自北美，是日本业务收入的接近三倍。目前 7&9 旗下有大约 8.5 万间店，当中日本约占 2.3 万间。 ACT 现时在多伦多上市，旗下品牌包括 Circle K 和 Couch Tart 等等，全球有大约接近 1.7 万间店，遍布31个国家。 Circle K 在1985年在香港开设首间分店， ACT 在2020年斥资28亿向利亚零售收购香港 Circle K 品牌。至于香港的 7-Eleven 就一直由怡和集团旗下的 DFI 特许经营。